很开心跟大家踩了这么远哦。在今天很多路我都没有踩过，我发现香港真的很漂亮，大澳真的很漂亮，欢迎大家有机会给你们走走，谢谢大家。看到各位坐的车友都还蛮可爱的，很谢谢你跟各位见到面，谢谢。新年恭喜，恭喜发财！我们有准备红包啊，等一下一人一个啊。我先介绍一个几个人啊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位 Jeffrey 先生哈，他是我们 Birdy 的 Product Manager， 今年的新车呢是他一手包办。今年我们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先考量了它的功能性，再去决定它的规格，零件的规格，然后再去做出它清楚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定位跟名称。今年 Birdy 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规格，就是我们的 Fly Road， 称为它，我们又称它为叫 Birdy R。哦 ，R 的R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Road 的一个系列。我们认为最可以凸显整台车一个经典气质的一个风格，就在于我们的车架涂装。好，那这个紫色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在 logo 的部分，我们是运用金抛光的处理。我们在图标的部分呢，我们是改用黑色的无磨水标，直接烤入整个车子的底漆里面。好，所以希望公路车的整个经典的一个骑士的一个精神可以凸显得更好。好，像这个紫色，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典雅的一个。很典雅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表现。第二个新的系列叫 Jungle， 好，那我们又称它为 Birdy GT 哦。Birdy 它在折叠车的这个领域里面，它是一台它在折叠车领域里面是最优异、性能表现最强大的一个折叠车款。像 Birdy 的性能来说的话，它绝对是在折叠车领域里面可以提供更多骑乘乐趣、应付更多不同地形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折叠车款。